你干嘛？你就这么不想让我抱你？啊，连你也觉得我是多余的，是不是？你们一个一个都说是为我好，但从没考虑过我的感受。为什么妻子三万和周瑶纠缠在一起？自己解决。你想过后果吗？今天如果没有我出现替你挡那一下，你想过后果吗？啊，你想过我吗？如果你出事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今天就是一场意外，就算没有你，他也不会拿我怎么样。什么叫意外？你的意思是我多余是吧？我把你挡那一下，你觉得我多余？都是我一厢情愿，我一厢情愿，我不该出现在那儿，你根本就不需要我，是我一厢情愿，对不对？阿爹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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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生说。只要我病了，你就不会离开我的，所以我就不想吃药了。只要我病着，你就不会离开我的。可是我现在我不吃药，你还是要放弃我，你们一个个都要离开我。你没有吃药，药呢？到了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在意我呢？你不是都嫌弃我吗？你不是都要跟我分手吗？我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是都要放弃我了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放弃你了？江爹，是你自己在放弃你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努力，我想拉着你跟你一起变好，可是你呢？你居然瞒着我把药给倒了，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，江爹？为什么要瞒着你？你自己情绪失控有多可怕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江爹，我是人，我不是神。我可以陪你治病，但我不是你的药。瞒着你的初衷，是因为我爱你。我现在也想继续爱你，可是江爹，你觉得我们现在还爱得动吗？爱得动，一定爱得动。姐姐，不要走，不要离开我。